Kamala Harris, Just half an hour ago, in Oklahoma, the state legislature passed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abortion bans in the country. A ban that would outlaw abortion from the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Now think about that for a second. From the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It's outrageous. and just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extreme laws around in country it's series just the extreme the of 那随后呢？他又发表了一个推文说说构成罗素韦德案基础的隐私权中还包括保护避孕的权利和与你所爱的人结婚的权利。推翻这个法案，为限制这些权利打开了大门。他在说啥呀？ 谁限制你避孕了？谁不让你跟你爱的人结婚了？首先，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当了这么多年官，从加州一路做到联邦，他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读过宪法？他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吗？美国宪法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提到过堕胎，而且堕胎也并不受隐私权的保护。那罗素韦德案呢？被推翻也只是代表联邦。 不管堕胎这件事儿，这个并不会影响到什么避孕的权利，或者是你与你爱的人结婚的权利。相反，限制堕胎正是促进这两件事的巨大推动力，也是可以好好保护女人的方式。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对他负责啊！你不要睡了觉之后，然后就跑路，去结婚，去生孩子。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搞大女人肚子就跑路的不负责任的爸爸，也不会出现一个哭着要堕胎的单亲妈妈。那避孕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啊。如果你也不想结婚，然后你还做不到杜绝婚前性行为，你做不到这种圣洁的生活，那你就使用避孕措施嘛。这总比堕胎对身体好多了吧？不仅可以少杀一个人，也避免了堕胎手术对身体的伤害。